的样子。果然台东的空气真的一直很好，花莲的山跟台东的山都各有特色，都很美。我是花东人，妈妈是这个花莲的德鲁古，爸爸是台东的台湾族。你们知道吗？哦，也不是太清楚，没有关系。我小时候其实大概都是在那个花莲，然后我的村里面都是布农族，那我都是到平地的学校去念书，但是我的寒暑假都会回到台东来。其实我的哥哥还有在天上守护我的祖母啊，爸爸妈妈也都都在台东。一些温暖的感觉，快乐的感觉，我都可以知道。我每次经过他说，哎，那个是我那个以前那个国中下课的时候，因为住在那个部落里面，其实也没有公车，都要走路回去，很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走那个走进村落的时候，旁边两边都是杂草。但是我觉得在回想以前的这个种种的生活，我会觉得，老天爷给我们很多这样的经历，是美好的。因为我在唱一些歌或者是现在的生活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比以前都还幸福，而且接近这个大自然的感觉真的很好。没有那样的历程，我可能就没有现在的曾淑琴。因为我的听众其实也就是山啊、河啊、花啊、草啊、树啊等等的。我不是说你们是顺的，但是也是啦。不，大家都是很坚强的树跟美丽的花朵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有人要特别要听什么歌吗？其实我不应该问你，因为一问我就怕伤了大家的心，但是。脱口而出的话，大家当作没听到好吗？谢谢。